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到这个重庆九龙坡区白市驿，来这边逛一下，主要是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因为有些年头没有过来了。这边按摩店还挺多呀，我感觉白市驿以前就是一个镇，离主城也相对较远。那这边有很多的工厂，主要是摩托车、汽车配件，以机械厂等重工业为主。比如说这个星源摩托啊，就在这些地方。以前坐公交车从沙坪坝的话，都是经过新桥、山洞，再从那个山上缩下来，就感觉白市驿很偏。但是现在感觉其实还是蛮近的，因为修了那个西站之后，从西站一个隧道过来就是白市驿，感觉都很方便了这边。现在那条街是白市驿比较有名的那个按摩一条街哈。这个白市驿西城金街，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商场，修了也有几年了吧。从这边左转过来，转一下那些巷子。这边应该是中心街，白市驿有名的娱乐街。我也有很多年没来了，看一下它有什么变化。可能还在放国庆。刚刚我看那个老板娘把那个门关了，刷起了哈。他们说以前那里都是白市驿红灯区啊，但是现在是大门紧闭，不晓得啥子原因，还是说是在放国庆节。
我们往北市干啥？就是他中。那你这什么条子？我不通知我吗？你条子我。